走。好，我们刚先走。对，我 OK， 我哦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从那 Cross Two 一样，然后接到 Shaky。F 调吗？对。好。Two, three。阿木，我在想那个尾句的时候啊，因为不是有三次嘛，所以三次都是 section 嘛，就是你一次一次的痛的过门比一次多，你觉得嘞？这样子好不好？三个层次好不好？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以试试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副歌吗 ？Country 那边吗？对 ，Country 那边、嗯。我台一边。可以顺便把尾句也一起试掉吗？好、哦。因为阿木等一下他会打三个不同的层次的尾句。哇。可以吗？现在顺便编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一次的副歌加尾句三次。好，嗯。One, two, three.过门哦。好，可以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可以再晚一点点了，就是最第二次的过门再晚一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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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好喽，我从头喽。哎、欸、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刚尾句是啥？刚尾。
尾句是。你要听一次吗？好好好。好，那我们再走一次刚刚的同一段。好。顺便于同也 loop 一下你的副歌，对吧？好。来。可以，副歌。One, two, three.过蛮多的，好，我们从头吧。第一个，第一，刚刚那个第一个过蛮，可以再有那种，就是秀一点，对，因为第二个很秀嘛，但是第一个就是还就是显得逊色一点，所以。对，你第一个就可以修一下，对啊，然后后面的过门就你的，只要不要跌倒就可以了，只要不要把右边痛打掉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对，你不要过门完之后痛四跟那个旁边两个拔一起下去。哦、oh, no！ 好，太悲催了，计时吧，计时喽。好，好，你那边计时，我记得。One, two.开场不会直接进前奏了，要不然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就我讲话，他 就听不见场地了。哦、oh. ，就是我应该要讲话欢呼，然后我们开始才进。Okay. 好好。
我们差一个小东西，也就是那个主歌进副歌不是要都会有一个哒哒哒哒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如果大家一起收干净会比较好，对啊，就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做这个 section， 但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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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八，歌手，对啊，就是如果全部一起干净收掉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好，会比较清楚。所以要不要试一下？大家知道收的点是什么？就是每一次吗？我觉得要不要不一定要每一次，可能就是这个 section 是每一次嘛，哒哒哒哒，我们就每一次，那就每一次好了，每次都收，每一次都收好了。所以那个收应该是八分音符而已，对，就是大家一起，好不好？好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啊，是那个叫什么副进叫那什么升 key 的时候，升 key 之后是哒哒哒，那个要停多久？我们要不要决定一下？因为大概有长有短。两拍吗？好，两拍就收。哒哒哒 two。所以收在第二排、第二排就收收，对，这个。然后那个雨杰不是要先进来吗？那个 build 的时候我觉得蛮好听的。好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升 key 之后啊，雨杰你来做这个好了，就是我跟随主，你做会比较明显，而且会比较好听。然后因为我这个就是没有那么明显，对啊，我觉得你做可能会稍微好，所以你做做看，然后你手闷低一点，因为这边比较高，所以你这边一点点，就有点像是一个另外一个 percussion 的声音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先练第一个吗？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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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大大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随便练一个，随便练一段都可以。那晋升 key 前那边有 F 调的尾句。对 ，F 调。F 调的尾句，好。主歌嘛，对，这段是主歌。副歌尾句。无论何处，主引导我愿跟随。哒哒。哦，主歌没有吗？主歌没有。无论何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走那个，好。Two, three.好 ，OK， 是直接尾句嘛？无论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可是不是主歌的尾句吗？它两个一样吗？一样，歌词一样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一次。副歌三。可以。我们继续哦，听雨杰那段吗？是吗？还有什么？OK 吗？ OK， 好，谢谢。所以刚那个是每一次的副歌，对不对？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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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首是否就康力哥？那我们这首 OK 吗 ？OK 啊，我很 OK 啊。好哦，老师记得要出来哦，毫无犹豫，大踏步向前。对啊。那你一直不出来，我很尴尬。我想说什么时候要来？我觉得那个歌手们在老师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除了康力哥会一定会回头？其他人跪下，不是没有。哇！我担心，不好意思。可是我怕我忘记，我怕我会，就是我怕我记起来之后已经有点晚，因为。刚刚那个 timing 可以再早一点，可以再早一点，就是快要唱完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，因为你可能拿右键没办法走那么快，就你也不能急走啊。没办法摇。没有。Chorus 三，这是谁？
这边要这边要垂的哦。对对对对，可以。但应该是说差不多这边，对对，早一点走出来，要不然你会有点卡。可以在里面，出不来。不要拉。歌手要不要彼此跟旁边的人互动一下？因为刚刚看起来很奇怪，是因为他们在还是面对大家，然后很帅，哥很帅，这样有互动吗？他那个很近，真的太疯狂了，好可怕！你可以想象我跟慧华姐互动。好，老师谢谢志颖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明天见，谢谢伴奏，对。我们很快练第二首，第二首应该一次就可以。